Daniel， 是 Restarvers 創辦之一。今天介紹的 Stanley 也都是很想帶給同學做自己的遊戲資源，是可以改善他們的學習障礙和品格的培養，甚至乎現在時下大家討論的就是這個電腦失調症。而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教育，除了小朋友在書本學習到之外，也都希望在創作遊戲之中領悟到其他的道理，甚至乎對他們有自省的能力。希望這個程式幫助他們。